你们的右手边呢、啊？在这个 Victoria Memorial Hall 了，那边怎么样？那个是你们回来的时候就去参观那个地方。Victoria。维多利亚。英国人民住在这里的时候，他那个王宫对不对？现在是博物馆。